脾气啊，他不然知道那个禽兽很危险啊。那个禽兽啊，以家里的猫为借口，借机骗那些女人去他的家里帮猫配种，然后啊，假借喝酒聊天，在酒里面下药迷晕他们呢、啊。他居然用这种方式窃窃那些女人？其实准确来说，只能算是猥亵。他每次都是脱了他们的衣服，亲亲摸摸抱抱。就是王八蛋。哦，还有个癖好，听 Kitty 说，他干了很多事，然后威胁说，因为弟弟的爆发了，就把事情交给弟弟女儿，就同时还有事。